进前咱三甲的临时今仔要用的诗歌吼，头一首是《心圣诗》171首，《上帝所赐活命》。啊，因为这首在唱第三节的时阵吼，阮抒情的有小可变化吼，所以讲咱这条曲吼，咱先来唱，要来唱两遍吼。所以讲咱吼先请抒情弹一遍。好，咱唱头一节加第二节。来，上帝所赐我命，为何我心勇惊？哦，我为听你所爱听，也惊你所爱惊。上帝所赐我命，为何我心有怨气？何我为跌断理智？要惊着理智时。第二首是《心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这首歌大家应该拢解释吼，所以讲咱唱头一节加第三节吼，因为第三节的迄个歌词较困难吼，所以讲咱唱头一节加第三节来。来，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的保护，天地带路灿烂光明，仰头看伊来进前。向着上帝好大金钱，着金钱，着金钱，我靠我主来金钱。第三站，我说把农民领进西乐，虽然今天我加倍，听他命令恩主正路。莫贪世间的花朵，小世俗有意气焰，掩盖浓妆度高浅。我靠上帝好大金钱，着金钱，着金钱，我靠我主来金钱。好。第三站吼，大家看到吼，头前有啥物音有颠盘加灭黑吼，所以讲这个较困难，所以讲请，所以讲甲大家小讲一声。今仔练习到这吼，请大家别烦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嘛请大家将手机啊吼关做无声，吼，阮会将时间交予牧师。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透过练习歌让我们准备心要到阵一家来敬拜你。在这中秋节期的进程，祝我们有特别的时间可以安静来到主你的殿，在这个所在来敬拜，求你让我们心中充满对你来的平安和喜乐，将我们心中各种挂虑的事
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我单单来到施恩座宝座前，伫这个所在要来朝见你。主，我的心备办好，我的心备办好，求你看顾引带。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着敬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要承接所应允的土地。请会众起立，咱做伙来吟新圣诗第171首《上帝所赐活命》。请咱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伫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阮信圣神，阮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主必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拣选，接纳阮真侪你的子民，通过受洗礼，予阮伫主内真侪新创造的人。阮要谦卑求你的怜悯，赦免阮的罪过，软弱佮小心，帮助阮佫较依赖超出真理，确保你的话。遵守圣经的教示，了解你国度的奥秘，阁是新的一个礼拜开始。今日早起，阮聚集伫你的施恩宝座前仰望你，求你予阮对你。阮要为世界来祈祷。现主时战争动乱的地区，有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佮哈马斯。以及缅甸内战等等，恳求万宽灵的父，赐予全世
咱的共读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第一章第十节到第七日，王饮酒饮到真快乐，就命令得侍候伊迄七个太监：米何曼、比苏他、哈布拿、比吉他、阿伯他、西达。
甲嘉嘉，去请王后瓦什帝伫王后的花冠来王的面前，因为王后真水，王爱要甲遐个人民甲人神展伊的美貌。毋过王后瓦什帝毋肯来，毋照太监所传王的命令，所以王非常受气，心内亲像火伫烧。第四章十三节，摩底盖吩咐人甲伊斯帖讲：“你毋通想讲你伫王宫内比其他的犹太人较安全。伫即款时阵，你若点点毋讲话，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援助、得到解救，你甲你的亲族一定会灭亡。你会当做王后，兼毋是为着今仔日即个危机。”伊斯帖就吩咐人回复摩底盖讲：“你去召集苏珊所有犹太人，为着我禁食十三暝三日，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强女嘛要安尼禁食。然后我要违背法令入去见王，我若着死就死。”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顺探伊的话的人。今仔日是本堂威伦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主题是伫工作场所中经历上帝。下面咱请威伦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每一位存心灵信息的人来到这来敬拜上帝。我相信透过拄啊的诗歌，也是咱要来做礼拜进程，安尼一步一步的引导，准备咱准备好要来这来亲近上帝。上帝意爱存这款的人，这个心的人来到伊的面前。伫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斗阵分享，怎样伫这条中来经历上帝，意思贴记。问大家这个问题，怎样伫这条中来经历上帝？予你想到什么？是来基督徒伫咱的生命中无同款的层面、范围、身份，但是这个领悟的内底，咱怎样伫遮来经历上帝？刚才咱中间有一挂兄弟姊妹讲，牧师啊，我拢退休久久啊，还讲有诶讲啊，我即马阁是学生，啊无加这个经验，啊是有一挂人讲啊我。已经我嘛无虾米真侪工作的经验，但是伫今仔日，我需要邀请咱斗阵来思考，因为对咱中间真侪人来讲，伫咱一世人内底有真侪时间，伫这个职场内底，不管做虾米款的工作，家庭主妇嘛算是一种工作，而且内底咱要斗阵，会转怎样来经历上帝，互你受着虾米？伫教会这几礼拜，咱对一个顺序案来对到外口来思考，是要让咱打开一种的眼光，来思想讲，阮会当伫点么什么所在来经历上帝？对个人、对家庭，到今仔日职场，过来要讲教会，啊，搁大自然，检查伫无同款的角色的范围内底无同，但是中间拢有一挂会当让咱来思考的。怎样在那里对来经历上帝，然后今天的题目说怎样在这条中经历上帝，意思贴记，不知道大家想看看这跟意思贴有什么关系，还是说心里可能有人会想说意思贴是一个王后，一个王后，王后也算一个职业吗？哦，兼菜市啦。不过这种人吼，一世界吼找无几个。现在是今嘛，可能算的无，全世界无十个哦，有可能。安尼，这张甲这真正有关系吗？艺术贴，这个王后，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听到这个故事，就感觉足奇妙的。这个故事嘛，比其他的故事搁较复杂。一项一项安尼来讲，讲起这个故事来对，
然后渐渐大汉，才知影讲哦，艺术贴甲咱进行讲的这个艺术啦，啊，甲你虚拟，其实是相对应。就是在过程中间，当犹太人因受领国家灭亡了后，去外邦的所在，然后尼希米艺术帖回来到耶路撒冷城底下重建圣殿、重建城池。但是，参照艺术帖甲其他的人，因留伫外邦的所在底下发生的代志。所以，对整个圣经来讲，艺术帖描写的是一个特别的时间。一群人因无回去耶路撒冷城第一个所在，回去自己的故乡，但是发生第一个所在的代志。如果会使，牧师鼓励咱大家回去，搁将来对搁来看一届，感觉这个故事来回复，内底有一挂细节，兼猜毋是咱应变会当想到的，啊，在咧中间搁来思考。但是伫今仔日，牧师要简单讲起这个故事。讲起艺术帖，怎样成做一个王后，以及伊所发生的代志。古早以前，故事拢安尼讲：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统治足大，一个波斯王。伊个王后，伊有一天，有问讲几落天，伊办一个足大的宴席，请全国无同款的所在人、贵族、官长拢来参加。伫迄一连续足久的一个宴席的中间，王突然间想讲：，吼，我的太太遮水，无大家看一个，足可惜的。所以呢，差也太赶，一个去请，拢总七个，结果王后安怎，无要来。吼，如果你是王安怎，足无面子的，敢毋是？一个大家遐尼欢喜的所在，国王出一个命令，结果王后讲：，袂来，七届。所以。王足生气的，所以将这个王后安怎废掉，然后开始要找新的王后。艺术帖不是对王宫来成长，伊是一个犹太的女子，不过伊生得足水的。然后伊伫外邦，互人传到伊的所在。进一步来讲，艺术帖是一个孤儿，伊的爸爸妈妈拢过身，所以乎伊的接辈的阿兄。堂哥来抚养来长大，因中间年纪差啊多，所以这个莫底盖将伊参像当作自己查某囝同款，安尼来抚养，所以伊就伫遐伫足多的即挂人要去遐，予王来选做王后时，伊予王所喜爱，成做王后。我莫底盖伊是啥？伊嘛吩咐讲，你唔通甲别人讲你是犹太人，就安尼。然后这个莫底盖是嘛是一个王下骹的一个官员。有一天伫个过程中，莫底盖发觉一个阴谋，有人要来刺杀这个王，所以透过甲王后讲，啊解救了王的一条性命。但是过来这个故事中间有一个歹人出现，这个宰相乃曼。伊是一个足自大，啊，但是佫得到王足侪手术的人，所以伫遐过程内底，乃曼有一个命令讲，所有其他的官员拢要甲我拜，要甲我跪咧遐拜我。但是咧，莫底盖无要做这个代志，所以伊就要甲杀伊，不只是要甲伊杀死，佫想讲这个犹太人好，安尼我要请王发一个命令。予全国内底所有犹太人，即挂人无要甲人拜，啊，甲人无好斗阵，拢该杀死。王毋知嘛，安尼个邓因阿落要安尼执行，代志大条啊！所以莫得改去找艺术帖，即个王后该讲即个代志。但是王后莫得艺术帖知，王告一个命令，如果无照王的命令，王无吩咐你去，啊，你出现伫迄个王。即、这个中间去见王，安怎？王会处罚，都操就整一个王后同款，无听王的代志，王的命令。但是伊无得危险，安尼就一步一步起来进行。然后个人去遐时阵，王看到伊足欢喜的，伊甲王讲：“我邀请你甲乃曼宰相来我遐
要来斗阵来食饭。然后伫两届食饭的中间，王孝则甲王讲起讲，报告王，有人要杀死我和阮的本族的人。然后王讲这是啥？然后伊就指讲，就是这个赖曼。然后王足生气的，伊就出去外口。去花园的所在，即、這个勒曼伫个所在，甲困求讲：王后啊，唔是啦，我唔知道你是犹太人。伫遐时阵，王国勒曼，但是即个伊跪伫遐咧，甲拜，甲求的时阵，王看是讲伊要安怎，伊要对伊高高低，所以甲掠出去，甲杀死。即、這个情节足奇妙、足特别的，嘛是伊，但是因为安尼，伊书帖。到末底界，末底界解救整个犹太人脱离这个危险，这是整个艺术贴记内底的内容。短短来讲起这个故事，来回去拄啊所讲的，问大家啊，艺术贴这个故事真正甲这场有关系吗？检察咱无一定同意讲啊，做王后是一个职业。因为不是那么多人会去做王后，但是在中间所发生的事情，的确跟我们这场里面所遇到的事情有一些不同，里面有什么？有头家，有不同的人在中间来工作，在中间也有一些不合，甚至有我们说的霸凌的事情，而且是关系跟生命那么危险的事情。有公司要怎么互相沟通，也是说起要怎对面对危机的解决。跟圣经其他的故事，像亚伯拉罕、以撒这个故事，好像都发生在他们家庭的里面。但是艺术贴这个记里面，这可能看见这些角色跟这场有一些关系，也在透过这一种处境化的读经跟理解里面来看，咱会当对艺术贴记内底有关，甲咱伫即现代职场内底所面对的各项代志做一寡连接。啊，透过这，嘛斗阵来思考艺术贴记内底对咱伫职场工作的基督徒来讲，有什款的提醒甲学习。伫这牧师要提出三种的看见，来连接艺术贴记甲咱职场的关系。第一个看见，是伫职场的内底，伫发挥影响力的时刻，伫中间经历上帝。这是啥物？伫艺术贴记内底，咱看到艺术贴一个特别的人、特别的时间、特别的角色、特别的事件内底，伊伫个所在经历上帝，敢毋是？第一段，咱看艺术贴里底上深刻、上重要一段话，就是麦底界对伊所讲的这段话。咱斗阵来读，好，咱来读一，搁读一届，吼，预备来。你唔通想讲，你伫王宫内比其他犹太人较安全。伫这款时阵，你若点点唔讲话，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援助、得到解救。你甲你的亲族一定会灭亡，你会当做王后，敢毋是为着今仔日即个危机？我第个提起艺术贴，伫即马即个角色王后的身份顶头，敢毋是为着一个特别的机会？即句话嘛是整个故事内底上关键的一段话。慢慢问咱大家。你咧职场顶头敢有类似的经验？上帝因带你伫工作，伫你的文书，伫无共款的角色内底，但是有特别的时间，伫迄个时阵，你徛伫迄个所在，要讲一挂话，要参与一挂代志，然后你会感受到，是上帝爱我伫迄个所在做这个角色。有时咱咧准备迄个时间，唔是咱会当控制，但是的确有一挂特别的时阵伫遐。检查讲起你是基督徒，检查伫一个所在，你参悟伫一个做有意义的代志来，对你知讲感谢上帝，我正做一个基督徒伫遮做主，你要我做的代志，你有这款经验无？如果有，
我相信那是一个让人欢喜快乐的时间，一个特别的任务，上帝交代，然后你伫遐来做。迄无拄拄，敢若一个身份足高的人会当做的代志。伫无共款的代志内底，嘛会当角色内底，拢会当安尼来经历。我回想伫几礼拜之前有一个机会，好亲像我做操做一个牧师，嘛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来做这款代志。几礼拜之前，我受邀请，接到公文，讲我去派我去参加，中会派我去参加总会一个宣告的，一个讨论会会议的内底。然后发觉讲啊，那这个中会干了派我一个，伊讲阮其他人拢足无用的，所以派我去。我讲好啊，啊，就公文就来去。然后伫个过程的中间，大家讨论，咱长老会内底总共即马有27个区会甲中会，啊，我是。阮七七中会代表伫个所在分享，伫遐要讨论，就是中会总会来召开这个会议，讲讨论咱宣告有啥物款的想法，爱当做啥物款的建议。所以伫小组内底讨论，啊，然后我有机会代表阮哩组伫遐来报告。所以当我徛伫遐咧报告的时阵，我真正有一种感受呢，因为大家提出来的想法，我有一个机会伫咱。中会因为是这场事件，我伫遐参与，来甲咱和平教会以后，就参与伫这场事件。然后这几年是我做部长，甲今年年底就要退任嘛。然后我因边拢捌参加过这款的会议，伫遐我伫遐就参照大家有无其他26个无同款的区会的牧师长老啊参加。头顶坐着总会总干事、议长，啊，佮其他的同工，我讲起讲，咱长老教会爱来看重这场的牧养佮事工。啊，伫阮七天中会内底做了甚物款的代志，有甚物款的资源，佮大家分享。伫遐，我看起大家有这个机会，我徛伫遐，毋是大家会当做甚物，确实有这个机会佮教会讲，其他的教会讲。我嘛甲其他的牧师在场足侪牧师，我甲因分享讲，请问恁过去敢捌伫讲道的时阵，过去甲这场有关的讲道？我讲我几年前开始认罪悔改，因为之前足久毋捌讲起甲这场有关系的讲道。讲咱敢会当一个毋嘛毋一个月啦，一季讲一届甲这场有关的资料的信息。我相信伫遐透过这個，看起大家安尼来看，然后结束了后，有足侪牧师来甲我问，讲有啥物款的资源，恁咧做啥物，啊，一款物件会当甲你分享。我真正感谢上帝，伫遐我有机会伫遐甲别人来分享，做一个上帝伫阮，敢若藏伫心中这几年要做的，啊，伫要部长要退任的进程，有机会甲人来分享。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伫你的职场内底，毛类似的机会，你一个足看重的代志伫遐，然后有机会来讲出来。迄无一定关系是你的角色是啥物，就参照伫圣经旧约内底，有另外一个乃曼将军，伊共款有因厝的有一个啥物，有一个小女子，咱连伊的名拢毋知。伊嘛是一个犹太的小女子，可能十几岁，就去予人对犹太地掠来，掠去因遐，掠去遐，伫将军内底做一个女婢。然后，但是伊伫特别的时间，因为这个乃曼将军安怎破病生一个麻风病，然后伊讲啊，阮的主人，如果你会当去吼，阮当去阮以色列的所在找先知，甲你医治，然后伊的病就会好。你看。当伊特别的时间，这个小女子讲起这款话，然后咱圣经中看见这个乃曼将军果然到去甲以色列找到先知伫遐医治，然后伊成做一个相信上帝啦。各位伫咱这场，不管是干什么款的角色，检查上帝透过咱伫某一个特别的时间伫遐，咱经历上帝，伫迄个所在咱见证上帝。那是主要让我们跟他斗阵同工的机会，是不是我们准备在那个地方也这样来做？所以第一个看见你在这条顶头
咱伫遐会当伫特别的时间伫遐经历上帝。然后圣经学者嘛指出，拄啊讲《艺术特记》内底是足特别的即个故事经历。圣经学者指出，《艺术特》这本册内底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经卷内底无对头到尾，如果你去看，圣经内底无写到耶和华上帝，讲起上帝这个名的所在。圣经六十六卷内底，干那两本册内底拢无讲起上帝的名，一本是《艺术帖》，另外一本是啥物？雅歌。《艺术帖》跟雅歌是两本伫圣经内底对头到尾，你无看起耶和华上帝的名，无称起上帝。但是特别是这个所在，圣经学者讲，是这本册内底无安尼写，无看见上帝出手。但是伫个中间，咱个地读个人更加体会去看讲啊，到底上帝伫个内底做甚物款的代志？一个事件甲一个事件中间到底安怎安排？咱个来看见《艺术帖》，莫底界甲其他的人伫个中间，伊主动参与行动。但是咱另外一个感受是，上帝足奇妙的，伊伫好亲像唔像款的神力技术，无看到伊滴，无算上帝手伸出来讲啥物改变。但是迄中间咱去体会，上帝透过人主动的行动来对伊成就这一切。这其实甲咱伫即场天头拄着嘛同款的，敢毋是？真做一个基督徒。其实咱常常讲要去经历上帝，咱常常在中间有一种求力，迄个求力是啥物？咱相信上帝会保守引带咱，伫无同款的所在、无同款的角色，甲咱同在。但是有时咱好亲像啊，伫中间看见上帝伫即个环境、事件内底，你咧稳重的行动到底伫倒位？有时毋是遐尼容易，会当看出上帝的行动，迄是一种求力。伫即场内底，上帝好亲像无马上出手，也是无马上甲咱讲咱安怎做。但是嘛，伫这过程中间，咱去体会一种无确定的内底，去体会上帝你的引带。透过《艺术帖》的故事，带领咱伫一个无确定的时。透过选择，透过相信，会当经历伊的同在甲保守，这是第一种。第二个看这看见是啥物，看伊品格。伫艺术特技内底，咱上注意看到的，就是伊个特别的时刻、特别的事件，是啦，因为遐尼特别。但是如果咱进一步去问，啊，这个人物。因为什么在一个特别的时间会当做这种决定？敢是普通的时阵，就伫伊的信用、伫伊的培养、伊的品格顶头有所培养，才会当看见伫一个所在做这种选择。因生命中有露出什么款的品格？咱看见这两个主角，因勇敢、因谦卑、因信实、因忠诚。以及信靠上帝的品格，那是在日常生活在这场内底，因一步一步体会和培养的，这是重要的。这是参照一个运动员，他在那个培养中间，一天想说好，有一天我要来奥运，在那个所在来比赛，可以得到奖牌。是的，我们看到参照我们台湾有一些运动的选手，是我们的英雄，会当徛伫一个奥运的顶头，大家欢喜拍快乐，该拍扑啊，甚至流落目咱的目屎。但是咱敢有看见，伊伫普通的时阵安怎培养锻炼，伊寡人看袂到的，伊寡看袂到的时间的感觉更加关键，敢毋是？伊寡伫个中间努力拍拼，就算讲伫一个所在无遐尼得到遐尼好的成绩，但是咱知。那是一个运动员的培养，那是重要的。要问咱大家，安尼伫这场顶头，你真做一个基督徒，
在这场顶头，真侪个基督徒有困难无？怎样持守这款的角色甲品格？其实这是一个咱来去思考。艺术贴甲目的界伫一个受人统治的环境的中间，是毋是？是一个毋是参照以色列国家内底因家己会当讲起家己信仰的所在？我相信伊面对足侪挑战。就参照这场的人，咱基督徒入去到这场内底面对足大足大的挑战，有困难无？检查你讲无困难，不过你讲的无困难，可能是你甲别人同款，所以你感觉啊都无虾米困难。但是如果咱真正要成做一个在信仰中经历上帝活出见证的基督徒，我相信有困难。还是这几礼拜。这十天的中间，咱嘛看见台湾社会对一个政治的人物，也讲起一挂代志，讲起十年前一个政治的素人怎样，敢那一只小白兔要入来这个所在，然后过去十年的时间，咱看，是来伫司法还未判断之前，咱唔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到底有罪无罪，还是什么，咱唔知。但是中间，予咱台湾社会嘛去倒一下去思考，伫这场内底，实在足侪足侪引诱、气人、气叹，怎样会当坚持原本所看起的一个要做的好的代志的一个信念，然后坚持到底？咱看起一个环境怎样影响人判断、做决定、做选择？在人所看不到的所在，不是站在台前的所在，但是那块是真真实的，是什么样的信念可以帮助人内在信念和动力持守，让看最正确的价值观继续向前。在地球内底，真多一个基督徒有困难无？咱怎样可以在遐来经历上帝？请出一个基督徒实在是困难，但是伊中间毋是无可能。伫个所在，我嘛要分享。顶礼拜有一个机会，我参加一个牧师的奉牧，然后结束了，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有一个餐会，我嘛伫遐来参加。中间有一个长老，伊分享伊伫这场听头的见证。伊即卖已经退休，伊讲伊是一个军官，一个警官，做警察三十几年，安全退休。然后伊伫个所在，伫一个爱去特种的行业，伫一个所在的林检，爱咧做无同款的代志。伊讲伊的气叹足大，但是大家当伊听起，我认为这个长老足久，看起伊，但是无机会听起伊讲的故事。当伊讲起伊的性命故事，讲。伊讲，伊后来食做长老，所以讲啊，少年的警察有当时啊唔捌伊，但是再讲，这个叫做长老，一个长老警官。伊讲什么？伊讲，伊面对这场顶头做做挑战甲试探的时阵，坚持，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一挂代志我袂做。你要做啥物袂要紧，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一挂代志我无要做。然后伊嘛分享，伫个过程中间有一挂爱遣送倒去的，一挂女性，吼伊果愿意，逐家出钱，互因会当有做一挂好的改变。伊讲，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要陪因第二条路、第二里路。伫个过程中间，我相信，互我在场的一挂牧师甲其他的人，我感觉一天食饭、食啥物，迄拢无重要。确实听到这款种的见证，就这条顶头真做一个基督徒，因为安尼这个身份，伊努力用这来挑战，得到激励。我相信迄是我靠主的稳定，伫品格顶头，伊安尼来激励。第三看见是群体，请问伫艺术贴记内底？咱刚看到这两个主角以外，敢有群体？如果看是有呢？拄仔咱读第二段经文第四章的时阵，当因两个人咧对话的时阵，艺术条讲好，
安尼，你要做这个代志，可能我的性命会无去，但是恁回去请咱这个城内底的犹太人，咱这群体人斗阵祈祷，我请我甲我的这个女婢啊斗阵更加祈祷三天，然后我再来做这个代志。虽然即个同伴的名拢无出现，但是因确实重要的。在这场中间，上惊的是什么？是无同伴，因为无同伴，自己一个人面对压力的时阵，一种孤单，会感觉做一基督徒在这个所在足困难的，因为干那我自己一个人。求上帝帮助，让咱开阔这场的人，基督徒有一种眼光。咱无孤单，咱有同伴，有群体。过去伫旧约圣经中，伊个以利亚无，伊个以利亚做足侪神迹奇事，但是中间有一件上大一件是啥物？伊搁伫山顶面，搭起一个人，当然有搁一个仆人斗阵，伊伫个所在祈祷，面对450个敬拜巴利的神祇。伊个所在先变先嘞，一个对安怎450个，咱看见伊上帝伫祈祷雨落来，然后有火，伊个所在一大胜利。是咱看见伊好进入伫特别的时间、特别的时刻，甲艺术条同款伫遐，哇！上帝得到荣耀。但是足特别的是，如果咱看伊利沙这个先知，伊利亚这个先知过了后的，同款一个王后出现，我这个是派亚西伯，伊放掉，伊放话讲去甲伊利沙讲，伊利亚讲，今日日头落山之前，我也无将这个你的人头给抬落来，我就唔是王后。然后伊安怎，伊段参照伊个气球安怎消风，呾飞去呾走路。所以伫拄一开始讲，哇，这么强，这么怕，这么荣耀，马上安怎走路，走去种种个所在，搭起一个，然后伫个所在，上帝派使者找鸟啊，甲野马回家，啉着水，搁行40天，行到一个种种个所在山顶，伫个山顶中间找着一个山洞，秘伫遐，然后圣经记载，上帝。有使者问讲：“啊，你伫遮做啥物？”啊，伊就开始讲起啊，我啥物代志啊？王后要甲我抬啦，我干剩我家己一个人，请注意，剩我家己一个人。一个遐尼会当面对遐尼大代志的时，但是伊嘛有乱了、失措，甚至消愧，毋知安怎走路的时阵，干我剩我家己一个人。然后上帝伫个所在指派伊讲起来。我阁有代志要交交托你做，你要去做啥物代志？爱找你的，找到伊，找一个会当接耍你的代志，爱做啥物代志？该讲，但是请注意中间，上帝阁对伊讲安怎？对伊讲，毋是你家己一个人，我阁伫这个国家内底，我有7000个人，一挂人是毋捌拜过巴利的，你检查你拢毋知，但是因拢伫遐。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相信这对伊利亚来讲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因为伊伫过程中，就算伊遐尼厉害，甲上帝遐尼亲近，但是伊个干那剩我一个人，这种心，予伊会落甲一个足低足低所在，伫个所在唔知要安怎做，嘛是透过这上帝心意是啥物？上帝是不是咱基督徒要伫这场的听头了解伊的心意？伊同时会感动足侪足侪人伫遐来做。对这场的人来讲，特别是伫面对一个困难挑战的时，你有群体无？还是进一步要问，咱教会敢会当成做这款的群体？还是伫你这场的内底，你伫学校有基督徒的同事无？在病院内底有基督徒的同事无？在你的工作内底，你有基督徒的同事，会当斗阵为这来祈祷，成做你的同伴未？在迄种，大家一个人面对的时阵，检查转去，哇，足忝的。
甘才伫压力遐尼大个时阵，厝内暗时困过会做梦，但是你毋知，你知要安怎回应？就看足歹做决定个时阵，到底伫遐要做啥物？但是上帝要讲，伊讲伊拢知，伊看见，伊知。参照对伊利亚所讲个，你毋是家己一个人，我伫无共款个所在，为了为着我个名。留下七千的人，你不知道七千的人在哪，但是如果可以，你可以吃做群体来面对这一切。对教会来说，我们也实在需要在教会来对，不只只说教会的事，说平安，说服侍，其实我们在教会中间不同的兄弟姊妹，或是我们已经退休的兄弟姊妹，你们分享说起在你这场厅头怎样面对这些挑战，一些精进一挂挑战，不管是失败，不管是成功的咧，还是同款伫同款领域的兄弟姊妹，会当彼此分享。教会的教导应该促进化，还是讲现在话讲接地气，伫教会内底的牧养，职场内底基督徒。刚才牧师袂每一届拢讲这個。但是的确，伫一季内底，咱来斗阵思考，咱教会中间，一群即马搁咧工作，明仔载去咧，去上班的，伫因的日子内底，面对甚款的挑战，因安怎将信用甲伊的信，即场的生活结合起来，这的确是重要的代志。我们相信，这嘛是放伫咱。在教会每一间教会内底来看起即块需要，如果牧师无啊，反正教会即马愈来愈侪拢退休的啊，啊，才有时间啊，毛闲啊，够会当来参加。但是如果教会拢一直是安尼，安尼咱教会怎样牧养少年的一代甲因的囡仔伫咱教会内底？感谢主，咱和平教会伫近两年。伫亲子，伫即个职场个内底，青壮部甲李青部彼此合作，伫遐有做足水个代志，伫遐来进行。我嘛相信对家庭是一个方向，然后对职场是另外一边，咱会当斗阵来做搁较侪来培养职场个基督徒。讲到遮，讲到结论，即个是伫今仔日。这个信息，如果咱中间是基督徒的工作者，诶，职场的人，你想看卖礼拜去甲开始上班的时阵，做侪代志也无闲，爱做的代志，做决定，爱做联络的代志，啊，甲咱伫礼拜内底，咱做礼拜，咱听讲道，咱甲兄弟姊妹彼此沟通中间有虾米款的关系？是毋是咱会当将这两边合搁啊近？咱伫教会生活中经历上帝敬拜上帝，嘛伫即场个天间找找上帝，爱咱做虾米代志？有可能伫特别个时刻，咱会当伫遐甲主同工为主做见证，伫个所在体会上帝你爱我伫即个所在做足重要个代志，感谢主我伫遐。嘛伫中间体会伫职场内底做足侪足侪决定选择。也是伫面对挑战、试炼的时阵，怎样培养我可做的稳定，培养咱的生命的品格，然后找找群体，伫教会中间、伫职场内底，有谁会当真做你的群体？咱毋是自己一个来面对这款的挑战。愿上帝帮咱，予咱安尼来回应。带着这伫明仔载上班。明仔载上班应该也欢喜啦，拜二要阁休困啊。啊是你明仔载根本都无上班，你已经请假好啊。哦，啊是参牧师同款，阮两个明仔载甲保姆师明仔载要去休困啊。休困会当重新得到力量，但是即款问题会当阁想咧。第二，嘛是教会另外一个回应的方式，是咱需要装备，需要群体，这是。咱即七七中会即场事工部所办的活动，今年是第五届，第五年来办即个活动。宣告的即场的宣告的论坛，
在这场做基督徒足困难的无，直接要来讨论这個，所以咱要用简单两分钟的时间来看这个宣传的影片，请咱来看这个。看了这個，我在感觉讲，安尼嘛来听看卖哦，吼、哦啊、如果你鼓励咱兄弟姊妹会当参与，吼、哦、啊，这顶头诶报名，咱这个海报伫教会一楼大厅会当扫描 QR code， 然后吼、哦，迄200块报名费教会拢替咱出来，吼、哦，所以咱只要去报名扫描，各位工作坊你要选择倒位，顶头写和平教会，吼、哦，教会就买单。期待伫咱遮会当鼓励搁啊侪人有份参与伫中间，会得到力量。我咱教会真侪伫基督徒伫这张顶头足好的支持，阿门吗？咱同心来祈祷，起来做阮为着这今仔日领受，兼差毋是阮普通时遐尼侪讲起的代志，但是做阮为着咱教阮教会中。在这场工作的基督徒来祈祷，让因把握特别的时刻，甲主同工为主来做见证，让因伫面对这条天头足困难、各种的选择、决定的内底，持守这份信仰。嘛，知因无孤单，伫教会也是透过这个宣告的论坛内底，找到资源、受到造就，嘛找到一挂同伴。感谢主，求你帮助阮。继续做主在你心目中你爱阮做的代志，不用教会中的这场的时间，这场的基督徒，我的基督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今日来吟这首新圣诗552首，因为时间关系，咱唱第一节甲第四节就好。
请尤安兄弟，咱用这首我的生命献给你，搁一摆表明全人全心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自甘心乐意的人一定会经历伊丰富的赏赐。咱毋通看轻咱家己两个铜钱啊的奉献，啊，那是金钱的奉献，咱嘛会当对基督中来听见主对咱的呼召，来接受差派为主做工，这就是全人全心的奉献。咱刷入去来读啊，这个月的圣经金句。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的罪主，就甲来生活，照恁所受的教示，在伊内面定根受起造，信心得到坚固，充满感谢。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刷接我来报告。今天有报告的事项真正多吼，啊，不过时间无啥够，所以我会跳过几落项吼。第一项、第二项是咱的一挂活动甲课程的消息，请大家参阅咱的周报吼。咱来看第三项，第三项是咱教会赖英雄长老的对书纪念会定日。这个月21号，就是后礼拜六早时的10点，在这个纪念会中，各有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委员会合作签约的仪式。赖英雄长老是咱台湾图书馆学、台湾历史、甲教会历史上届早期的重要的学者，也是咱教会长老。伊伫今年6月7日。望主恩典，享受100零二岁，咱会众来做会来纪念伊。第四、第五项，嘛请大家来参阅周报面顶的这个消息吼。搁说来其实会友的消息，我特别来报告一个吼。咱教会范正生弟兄、赵田姐妹吼，伫昨。在咱教会举办结婚感恩礼拜，真侪夫妻愿上帝大大祝福这对新人，带领因建立合主心意的家庭，咱特别来个祝福。唔知有伫个现场无？可能是去第三堂吼，咱啊今仔有拄着因，咱拢来个祝福。搁说来其实本会出身的传道人。七林传传道书要伫今仔日下晡奉牧，就任公馆教会的牧师。感恩礼拜定伫下晡的3点，欢迎兄弟做伙来去甲祝福。第三点是张宏成兄伫个9月13安息主怀，请兄弟继续来甲关心，为家属来代祷。我们来看第七项的消息。
吼、哦、啊，咱诶投影片准备即几项吼、哦，其实有一项嘛，伫个咱诶周报面顶啦，吼、哦，我特别要讲者，即、這个咱伫个几礼拜前有大家报告吼，咱诶宣导基金无够额，将近200万，啊，毋过伫个短短即一两礼拜吼，咱兄弟兄弟姊妹奉献已经达成即个目标，吼、哦，真正感谢主。予咱有够额的遮个资源来做宣导的工作，吼、哦，好啊，好啊，我手头无新朋友的遮个诶名单，毋知有今仔日第一届来到教会诶新朋友无，还是即久无登来教会？哦，好啊，咱阁刷入去啊。请大家起立，咱来唱《吟祝福切恳》的诗歌，《新圣诗》396首，今日散会求主祝福。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甲信心的感动，甲咱众人三个伫底。对家出去的时阵，食最光、食最盐、食最万民的祝福，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非常请坐，密道啊，咱的礼拜进行到这，会后若有需要的兄弟会当留来啊，有牧师甲长老等为恁来祈祷。Thank you.